没想到我们俩的智商这么不在一个水平线。他说你好帅，你说胡一天好帅，你俩什么情况啊？哥哥，我当时我心里都暖了一下。我是不是第一个反应？但是我说熊梓淇你最帅，我不好意思说自己。万一是谁美的话，也是白敬亭美啊，所有的都是白敬亭。啊，行吧。那你为什么不选择我？我就不想选你。走走走走走。有请分手系列上场。我天！我的眼里都是你，甜甜蜜蜜。表情。哇。大家都夸我，大家都夸我，可爱，腿长，好帅，帅气，夸我，太低。春风十里不如、啊，不如什么？春风十里不如你、啊。春风十里不如你吗？不如跳舞。容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我从来不哭，两个倔强的人。你本来就很美。我有胡一天，我有胡一天不上厕所。这怎么？我有999从来不感冒。哎哦，哎可以，哎这可以。我有999从来不感冒，但我觉得他想不出来。我有999从来不感冒。哎，特别的有默契。你是我的宝贝。你是我的玫瑰。玫瑰。你是我的玫瑰啊。什么？错了，两个不一样。还有比你更美的人吗？他讲他。一米的谭松韵现在小腿已经差不多了。一言不合就上手。预备。现在我心情很美丽。很开心。是吧？哎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他们开往春天的，开往春天，开往西藏。坐上火车去拉萨呀？西藏呢？哎，一米六了是吧？一米六，这下差了，不行了。我最害怕白敬亭。我最害怕魏大勋。对了，说对了，还怕我是对的。一米八。哇，你再扒也扒不了两米了。他基本全开了。离开家以后，我变瘦了。离开家以后，我。我想家了，我卖不了了。可以了，别太皮了，接一下。接一下，没有人扶我吗？哎呦，腿已经走不了。然后下一段的标题就是熊梓淇很尴尬，谭松韵转身去扶白敬亭。你这咋的了？这不行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的追击战我就只能这么跑。恭喜余文乐和安以轩获得本轮挑战的胜利。请两位立即前往鳄鱼山灯塔领取我们的星星主人的线索磁带。请大家立即前往我们下一个挑战点海钓沙滩。